来决定的，能够创办了这一个以全古装也是以中华历史的服装文化为背景的这个选美赛事，也是马来西亚，我也敢说是亚太区独一无二的这个选美赛事。我们要提倡就是我们中华女子的古典美。走进去，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的整个开场进来的时候呢，是有这个皇帝啦，有兵士啦，所以呢，制作是整个宫廷式的一个仪式，我们的礼仪。在宫廷式的礼仪，那么什么礼仪？我们的走势，我们的称呼。我学习了很多关于以前做贵妃，他们怎样的姿态，他们怎样的仪容。每天熬着看那个武则天，我觉得是时候放下你们的遥控器，或者是你们的电话，过来大胆报名。皇上驾到，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我说皇上，你准备好了吗？有点紧张。来，皇上，小心，平身。哇，皇上，皇上，这位不错。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皇上舒服的睡在我的胸怀里。好，好，好，请靠边站。我还可以给皇上温暖。来人。有神秘感，动作也性感。有你！来人，来人，传太医！我们的小太监，我们的宫女，我们的三位，来全部请上台。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的记者会也算是接近尾声，交代会，所有的全体同仁，谢谢大家。